自然越来越远，走过每日，亲眼证实世界在变质，围墙越来越厚，光天与化日，怎么心会开始变黑？最美的一幕彻底删走我，再不可失去什么，便无惧代价与结果。无人会问我有没有真的快乐，时间若到了便转身离座，无人信任我，我没法可说清楚，谜语渐爆破，谁亦没处躲，让我消失以后，谁会念着我？金波佬赌场找到新买家吗？那个买家愿意用高过市价三成的价钱去收购。如果魏俊峰是负责保护泰利斯的话，这个泰利斯很可能就是 Eternity 幕后真正大老板。阿志，我想你加入重联帮手。因為 Eternity 是國際犯罪組織，所以希望 CIB 可以接觸先得。咁重點咧？嗰啲放低先啦。嚟緊我有個新任務俾你，我想你繼續查房浩洋。由而家開始，我唔會再俾你離開我。我係應承卓海唔准爆出查房浩洋，但我冇話唔准你劉亞希繼續查房浩洋。你係咪曾經同過一個香港嘅警察叫丁小嘉嘅一齊？我唔係好明你意思。我揾一個人解釋俾你聽。Madman。Madman 一個月之前在紐西蘭見過 Madam 丁，做一面之緣。Madman 當時個女警潛伏咗喺泰利斯先生嘅公司做外底，想偷取公司嘅機密文件，但俾防盜機關攔截咗。泰利斯先生聘請我追殺佢，而我不負所望，將個女警殺死，然後以我一貫嘅容屍手法，乾淨利落咁處理了個屍體。打先，冷靜啲，衝動啊！你傾生意啊，你知唔知啊？阿志啊，我知道你而家好難過。如果呢盤生意你冇辦法再傾落去，你想退出冇問題嘅，我唔會勉強你。我到幫忙，你可以自己繼續獨自營運落去，我 OK 嘅。浩洋，外哥，你哋講得啱。是我衝動了，丁小嘉卧底扇過我幾乎一鋪清袋。如果不是念在同佢有一段情，我都不會放過佢。既然揀得做兵，預咗下場啦。女死女還在，揾錢重要啲。阿咩名係嘛？你冇做錯，我敬你啊！大家都是做大事的人，生意就好傾。入去，入去，唔好入去。
燕華。你快接燕華！禁制，最多揽住呢份一齐死，大家一拍两散，乜都冇。我净系要人嘅啫。心跳的感觉，高低跌落。再咩？打落。我唔识啊！我唔识啊！我未学过，我唔识啊！有你搭住我幸福，如梦回望。再计算也没一种方法，仲好冻啊！发冷啊！只算啊！别连累你对我失望，无悔跳入爱海，沉重越来越爱，就算一切没记载，放开快乐，至少这一季，你甜蜜盖过了伤害，无悔跳入爱海。高唱舞事，你冇就我咁苦，你同我咁好，我唔知点算。要生一齐生，要死一齐死。我送你回家。陈丽，我真的好想你。我也是。不如你等我查清楚件事情好吗？我真的很后悔，后悔为什么三年在泰国没好好地跟阿丁相处，我很后悔，为什么他要做我们，有没有阻止他？我们本来好感相处，我们今天在埋一齐，讲声再见都冇机会。老师发誓，一定不会被阿丁忘记。就算判了你条命，我都要帮阿丁报仇。喂喂喂！老师，咁快走啦？想想地回去先，等你慢慢傾。我住喺呢間酒店，下次過嚟請你飲酒啊。老師喺邊度啊？一个人饮闷酒好冇瘾嘅，陪我一齐饮啦。阿丁，
飲杯。卓海成日呃人，又話有因果報應。如果呢個世界真係有因果報應嘅，我聽咁好人就唔應該咁快死。我做咗咁多壞事，死嗰個應該係我。好人有好報，廢話。報應一定有，時間問題啊。而家我唔單止聞到你一陣酒味，我仲感覺到你有一股殺人嘅氣場喺度。你真係想殺死咩門？同我聽報仇。除咗報仇，我唔知我仲可以為阿丁做啲咩。明白嘅。我都唔知講咩好，祝你好運。哎，咁快飲曬啦！啊！仲有，你做咩啊？阿丁都系我契女，佢死咗我都好唔开心。你系差人，施玲呢样嘢唔啱你，等我嚟啊！你傻咗啊？你讲过你想做翻好人噶，反正我都满手鲜血，我做埋呢个先做好人咯。你一个好差人，你大把前途。当年我为咗同我老婆报仇，我行咗条歪路，我唔想你学我。你点好啊？原则呢啲同我有过节嘅，呢件事交俾我啦。傅雷，傅雷，傅雷！烂鬼手铐，五分钟搞掂啦！左右包抄，我掩护你。放低枪，我有嘢想同你哋讲。点解你识私下 B 局？佢丁少哥教我噶，我冇杀到佢。关于阿丁，系啊，不过仲要等一个人，我谂佢可以同我哋解释晒所有事。边个？人到齐啦。
我是纽西兰警方派去 Eternity 的卧底。看来你对 CIB 曲都很熟啊。卓Sir 过奖了，始终不是 CIB 出身，相比你们几个是差一点的。你刚才说你是纽西兰警方派去 Eternity 的卧底。没错，是钉仔教我 CIB 曲，我们曾经合作过的。曾经，咁而家咧？阿丁究竟喺边度？系生定还是死啊？如魏俊峰之前所讲，丁仔身份败露，佢揾咗 Madman 去追杀佢，但好在真正嘅 Madman 已经被当地警方拘捕，于是我就假扮 Madman， 制造丁仔已经死咗嘅假象，呃过咗 Eternity。佢既然仲未死，点解仲翻嚟？我哋本来安排咗条船。俾丁仔暫時走去索羅門群島避風頭，但點知上船嗰日，佢突然失蹤咗，冇再出現過。我哋揾極都揾唔到佢。唔通二天前捉咗佢？我相信唔會。如果佢哋知道丁仔冇死，就會發現我呃咗佢哋，我都會仲有命企喺度。其實你哋都唔使太擔心嘅，丁仔呢份人見慣風浪，我相信佢唔會有事嘅。可能執行緊其他任務啫。我哋應該打定個信心，佢應承過我會翻嚟，一定可以做到。咁唔使問，九志強都未死嘅啦。冇錯，我都係假扮殺咗佢，暫時收埋佢喺安全屋，等呢次任務完成咗，我就會放佢出嚟嘅啦。咁都好，雖然佢係抵死，但係始終都係。我安排他去找你，我都不想作孽。你這個佈局都非常高明，連我都看不到破綻。卓Sir，你想不想親身體驗一下？這個時候你還說笑？我說真的，魏俊峰今次帶我來香港，是要我殺死一個人，卓海、陳歡喜、鄭淑梅、徐天堂。我哋幾個都唔使問，而且呢次一定同長興有關係。當年就係我哋四個人去到富亞德順。如果要殺我，咁嗰日同我哋傾生意，佢應該可以喐手。呢點我都唔係好明。雖然佢叫我殺咗你哋四個，但唔係叫我即刻落手，而係要等時機，等佢落 order。等時機係咩意思？佢明知我哋查佢，唔行動，等咩咧？我懷疑魏俊峰根本唔係 Eternity 嘅真正話事人，佢都係等緊上頭嘅 order。而呢個真正嘅話事人，冇人知道佢身份，甚至乎冇人知道佢嘅存在。佢就係你最終目標。冇錯，呢個都係今次揾大家嘅原因。我希望你三個幫我手，一齊揾翻呢個 final boss 出嚟。喂，廉爷，呢度最出名啲乳鸽，嚟嚟嚟，忍住啊！无事不登三宝殿，阿力，你专登约我出嚟，唔系孝敬我咁简单嘅。廉爷，你咁谂我啊？咁嘅，我谂过想过底佢大圣爷。你讲咩啊？黐咗线啊？想做反骨仔？廉爷。我都唔想噶，而家浩洋要漂白啊嘛，叫做圣人啊嘛，有冇顾过你兄弟啊？我哋就嚟冇得捞啦，连饭都冇得食，连屎都冇得食啦。卖盘单嘢倾紧噶啦，忍下啦。我忍得，我啲细路都唔忍得啦，佢哋啲家爷仔乸都唔忍得啦。嗱，我哋就商量过噶啦，全部过底去大圣爷。使唔使咁絕啊？真係冇彎轉？哼，又唔係話冇彎轉嘅，除非你攞本數簿出嚟咯。
素寶話攞就攞啊！想做咩啊？我想打開本素寶，睇下九子強有幾多個地盤，有咩好睇啊？想吞曬佢係嘛？你唔俾生意我做，我咪全部過底去大聖爺咯。一你就攞本數簿出嚟，一係我就過底去大聖爺。你想我做邊樣嘅，你揀啦，嚇。點嘢？整多隻俾，帳單我會搞掂，嚇。走。看到看完戲之後吃什麼沒有？你還沒找到？整個小時了。我們吃日本東西，我們同我吃完生飯。好啊。好啊。有嗎？這個。嗯。哦，好啊。好啊。喂，廉爺什麼事？好樣啊，阿力說要分家。咩啊？分家？喂，佢老几啊？呢个阿力好大拗，死都要摊埋九子强个地盘，仲要你拎埋本数簿出嚟同佢讲数。如果唔系，佢就过底去大圣爷嗰边啊！佢凭乜嘢叫我攞本数簿出嚟啊？你同佢讲，佢有命就过嚟攞啊！我知你唔高兴，但你啱啱做错本，凳都未坐暖就大开杀戒。我担心影响士气，你要改革崇乱就难上加难。得噶啦，我知点做啊！我而家就去拎本数簿先，转头 office 再倾啊。系。冇嘢啊嘛。冇嘢。同我即刻揾下單個位置。Yes, madam。揾到啦。Sorry, 阿兜，我陣間咧有啲重嘢要做，咁所以同唔到你睇戲。或者咁啊，但做完嘢之後同你食嘢啊。冇所謂啊。做嘢緊要嘛，快拎住啊！唔使啦，自己拎啊！喂，我到咗啦。數簿出嚟咧，只不過係想話俾阿力聽，數簿上面寫咗嘢係唔怪得嘅，啲生意點樣分咧，我話事。咁你真係唔諗住同阿力講數啊？如果佢真係過底去金青咧，由佢過噶啦。喂，我而家坐得呢個位，唔可以縮噶。如果我一縮嘅話咧，冇人聽我講嘢噶。點解喺度嘅？一陣間同你講添，我哋一齊咗啦。我哋有緊要嘢傾。咁我落去 coffee shop 飲杯嘢先，你哋慢慢傾。咁不如咧喺車度等我啦。嗱，唔好走嚟走去啊。我攞鎖匙。
Madam G， 個鏡頭清唔清晰啊？Well done， 影得好清楚。咁你哋幾時準備行動啊？等臉爺同馬力翻嚟 ，OK 同 Hit Team 會 action。你有冇完成啊？撤退 ？Yes, Madam。喂，廉爷，我哋到咗啦。OK， 等你。廉爷同阿力塞紧车，迟多半个钟。OK。伟王，我转头咧做完嘢之后谂住同阿兜去食下半夜，有冇兴趣啊？你去啦。点啊？嚟真啊？系。不過我唔諗住咁快公開㗎，我想同佢拍下拖先。你知啦，女仔嚟㗎嘛，我想有安全感先，之後先同大家交代翻咯。咁我諗佢會舒服啲。你唔好話我唔當你係兄弟啊，你係第一個知嘅，知唔知 ？OK。喂，咁我打俾阿兜㗎咯，同佢講聲，叫可能要等耐少少啦。我唔系叫你架车等我嘅咩？做咩走嚟走去啊？行得啦。做咩啫？唔系等我嘅咩？上面部电话系咪你放嘅？问上面部电话系咪你放噶？啊？你系咪差人啊？你系咪卧底啊？啊？答我啦！你做乜唔答我啫？点解你要出卖我啊？望住我啊！做咩啫？你唔敢望住我咩？冇错，我系卧底，我嘅目的系要卖你身，呢个系我嘅任务。就想问你一样，你同咗一齐咁耐，你做过嘅所有嘢系咪做戏？明晒。
做唔到。我要警察，我冇嘢俾你走啊！你开枪死我！我唔可以俾你走，我系警察啊！你以为我唔敢啊？存在的过往，罪恶感身体里浮荡，愿能伴你闯帝国亦似天堂，不管去到哪一方，未曾犯错难成熟找答案，在暗黑追一线希望，在危难困绑无需要被长夜晚，再有没有天光？难离去，难留低，原来相差得太多。岁月生陪同过，怀疑不可以是我，从未擦亮的火，从来未放低过。就像你我很近，便有再和。谁明我为什么？难忘消失的最初，祈求可成全我，成为你最后的歌。前事已被删走，连同密码都改过。若是你我前进被隔阻，悬崖上我愿和你相拥再跌倒。原来相差得太多，岁月生陪同过，怀疑不可以是我，从未擦亮的火，从来未放低过，活在两个地带没有结果。下星期一过堂，我会再帮浩洋哥申请保释，不过以我经验，老爷未必入头。我都知道单 case 是不乐观，不过大壮你是这方面的专家，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。管有三合会账簿最多坐三年嘅啫。但如果班三合会专家判定本账簿系龙头信物嘅话，咁就入到管理三合会条罪。咁啊，到时唯有出绝招，同佢打程序。我知道要全身而退咧，就冇可能啦。希望令到个官判轻啲。我会再同阿浩洋哥商量下。邓状，我哋差唔多时间。咁我哋翻警总先，见完面有咩对策咧，我会再叫阿吴律师约你见面。我哋走先。唔该晒。冇客气。唔該曬，吳律師。坐喺你度啱啦，法師同我講咗。Eternity 除了魏俊峰，背后仲有个幕后老板，上头已经俾咗指示，会全力支持你哋。你唔使同我交代下拉浩洋件事咩？系啊，你放心，我哋告庞浩洋系用社团条例，唔会烧到纯电社度，网上赌场更加唔会掂到。你可以继续用买家嘅身份同 Eternity 倾赌场转手，一切计划照原定进行。咩都唔知。是你在我老婆坟前发誓话不会拉浩洋的，你现在叫我一切计划照常进行。咪住先，当初我的 exit wording 就是爆尸不会拉庞浩洋，爆尸的确是没有参与任何的拘捕行动。好，我没说话好讲。卓海，我想你哋 get 错咗我的意思，语言本身就要用得精准，我仲以为你同我一样是冷静处事。看來我真的高估了你。我跟你合作就講個純字，你跟我就玩語言藝術，要我背信棄義出賣兄弟，你根本連咩叫承諾你都不識，你學咩人做警察啊？你仲做阿頭捏住班細嘅？你呢啲咧唔係叫冷靜，你叫做冷血，你根本都唔理其他人感受。
我冇办法同你呢种人再沟通落去。点解佢咁嬲嘅？呢排冇见，个样再咁丑啊 ！Sorry， 唔使专登约我出嚟 say sorry。要是系受上面 order 做嘢，你越过埋我呢个 handle 啦，应该系 Madam 朱意思啦。Madam 朱话今次系铲你送联嘅黄金机会，我觉得我唔可以咁自私。辜负大家咁多个月嚟嘅努力，所以我就瞒住你落水。Sorry， 嗱，你再讲 sorry， 我即刻走。咁我讲一句 thank you， 多谢你唔嬲我。傻妹，过唔过到我唔紧要，最紧要过到你自己。你对浩洋同我真感情。而家又要拉佢，你真系放低。你觉唔觉得我好傻？一啲都唔专业。都系嗰句 ，U C 都系人。俾啲时间自己，我相信你一定可以过到到。MG 安排你做啲咩啊？呢排都系睇天眼，一日八个钟，每日都同唔到人讲到一句说话。几好啊！对眼啊，及实咁安，咩都唔使谂。有事啦。我喺基地度聽到 Madam 講話，你女朋友都係 U C， 話佢而家喺外國失咗聯絡，你會唔會都需要嚟翻嚟陪我一齊探望？佢翻到嚟，阿丁係我見過最出色嘅女 U C， 扮咩似咩，識走位又古惑。文建議嗰次我都失咗聯，阿丁失聯一定有個原因。呢位師姐咁把炮，我都好想認識下佢。等佢翻嚟，等佢翻嚟啊！介紹你識，到時大把嘢你學啊！老师，侄仔嚟咗啊！八足球小将咧，对住佢嗰个扭计，你快啲出去帮佢解解围啦！唔使啦，梅少鬼搞得掂噶啦，我仲要睇埋盘数，你出去帮手招呼人啦。阿教练啊，成为你1430元啦。啊，上次平好多，上次有新客优惠啊嘛。嗱，今次咧用咗只高级嘅精油帮你浸脚，有平冇贵。家姐啊，你有冇员工优惠噶？我冇噶。鲍师，鲍师，唉，你唔好嗌啦，你嗌佢都冇用噶。呢度请紧嘅嘢全部都系贵哥话晒事。梅屎鬼威武，使乜讲？多謝多謝，早知道請你啲不靚仔飲汽水算啦。走啦，你爹哋媽咪到啦，快啲。拜拜，下次再光臨啦喎。侄仔，今日冇人接你啊？鐘點姨姨叫我喺隔離街巴士站等。侄仔，一個人行出去好危險噶喎。
我醒起咧，我有啲嘢过去嗰边买，我送你巴士站啊！多谢晒蓝蓝姐姐。咁咧，今朝上昼喺度练波嘅时候咧，肥明咧谂住用个头嚟顶个波啊！咁犀利？系啊，不过点知佢一跳咧，成块面撞落个波度。是我没停留藉口，是有缘还是没有，刚刚想要抽身又再留后，是爱情还是罪疚，我跟踪着你没回头路走，直到没营救，午夜全无白昼，但我已没法子放开手，想抽离，为何越沉越深？被你什么吸引？我没法讲，请不要再问。天生理性未曾反感，却感性的走近，疯到连自己。